前面要就要先到后面。好，好，好。但是如果你听不懂音乐的话，你可以数在第二拍起来。谁会听不懂音乐？听不懂。对啊，对啊。就不说了。这是你们第一次，就是像这种合作的，拍这种 MV 吗？合作应该算，之前有跟小男孩啊，哦，对啊，小男孩的也有拍。第二排，三排，你们秋豆手完之后，他那个北灵七先放掉，然后他会有一个，你们就用你们那个这个动作。多一个 AAA 完子，然后准备要跳，然后我的因为汗太多，那我这一条直接粘在这，我一头到尾就这样跳，哎，好丑啊！这样拍得到我的眉毛吗？我要走过来，可以啊，你眉毛好，怎样都拍得到呀。你的眉毛就跟大荧幕一样，清楚。我走这个是看到，哎，这样拍得到，跟大荧幕一样清楚。跟大荧幕一样清楚。对对。没有，想听你有没有一些抱怨的话？抱怨的是不是？他上班。Oh my god！ 我是不是你不要待懒懒，要不然是会被他眉毛给吸走。你看他，对啊，还有镜头那个眉毛。没有，他是小葵，离子烫。哎，讲一下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离子烫的小葵啊，离子烫小葵，离子烫小葵。那我们，妈妈，你回来了。那他们三个要上来。大正唯一一个学姐说这个衣服，然后我拍是一个学姐帮我擦汗，你看怎么去拍的？这个还傻呢。然后我们自己露一点的话的衣服，像最后对应，很好的风。那要试一次哦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先试一次。我们直接走走看。And action， 走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开一个。OK， 好，我觉得妹妹们还是下好了，对不起，我错，你们看起来不甘愿，对不起，你们就是一种开心，但是前面三位一样可以酷啦，你们三位一样酷，但是后面的妹妹们是好的，就这样走，跳开了。我刚刚不小心把袁熙怎么挡住，就是因为他说，我一直想说，他们说要把酒一包起来，然后我就越走越里面啊，我没有发现，我其实后面还有人，直接把它吃掉。正，等一下我们当，他就是买小姐最爽。放上边吗？来，稍等，稍等一下，孩子，我们再拍一个。他说你的心机好重。
真的很会找，很会找镜头。难遮就遮这一点人啊。我没有可以猜给你、啊。这顾博去 NBA 呢？他最后那一刻，懒懒在我正前方给我蹲着 pose 呢，比我正前方高蹲着呢。我们试演一次，来五六七八，走 ，local 先 ，local。没错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哪里，我真的完全忘记我后面有人，对不起。难怪我这一阵子都没有通告。哎、欸，天气女孩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天气女孩是解散。你被公鬼霸败，对不起。你竟然拍找我了？你竟然拍找我？坐坐同一边，不用换边，因为你们不好换边，懂吗？有没有换手？对，不用换手，不用换手，就是右边。大家都右手。把这一个 part， 如果整这 part 摸完没关系。包含乌拉拉吗？没有，乌拉拉就做原本的。乌拉拉对，这边就是做满就好了。我觉得后面可以照做，对，后面照做没关系，对，后面照做。好嘞，来落地吗？哎 ，Action！ 来。等一下，刚才三个小时而已吧。那还好吗？还行啦。好，真的可以往前站哦。要拍照吗？啊，一起全部。那我妈真的漂亮。要拍里面吗？拍个照，拍个照。来，大家拍个照哈。再一次来，三二一，给开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很少跟一群年轻的女生一起拍 MV。我们上次跟一群是一群阿姨。哦，以前的时候。在你不爱我的时候。是一群阿姨，几乎都是一群阿姨。对，很少有那么多 dancer 可以一起跳，而且跳得很整齐。对，画面很好看。小朋友们，因为乐天女孩都会跳了嘛，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也会去学，所以我们也不用特别教了。那你们就看到之后。你们就会跟着跳，那我们明年的动词趴再来的时候，就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。意思就是，我们这样讲，希望你们让我们明年来跳。对。我觉得是副歌吧。我们当初拿到影片的时候，因为是可能是看男生动作，所以对是开的。然后我们回去练的时候，我们都练开的。这个叫什么？对，结果来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哎，那个因为啊，我们有特别就是为你们设计，你们是女生穿裙子，所以那个腿要合起来。但是我们有一半女生都来不及合。不习惯打那么快，然后打，对，搞完课一下，这样我们摇屁股就好。对，这个是比较有趣的事情。而且他们歌曲就是曲风非常非常的好记，洗脑，很洗脑啦。现在看我还是这首歌谁。这三位团员让你们选一位最喜欢的，你们。哇，这题好雷哦！我春风。哦，要讲为什么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喜欢他的声音，比较嗨一点的。我喜欢卷子，穿洋葱。然后这个很可爱。今天拍 MV 算顺利吧？其实顺利，我本来预计可能会过两三点，凌晨两三点来，没想到十二点前就收工了。拍你这么快
了，下班了。拍他脚趾头嘞。大家都下班了，你可以。收工，收工，他。OK， 谢谢。